这彩虹桥，哇，看这个风景。在这边照一张，好 ，very good。没有啦，刚刚是照相，刚刚是照相，我现在才录。之前是录。对啊。那水沟。哎，我看到鱼在跳。对啊，突啊，跳起来了。哇，它这个饭店后面有个彩虹桥，感觉不错。航空馆自助餐吃到饱，是呵呵，是这一家，是航空馆自助餐。那其实我们刚才吃早餐那个航空馆，啊是啊，啊。是啊，早餐250，他这有午餐吗？要走到那边看看吗？不要了，那个。这是当啊，这哎，老婆，等一下，老婆，准备要去全日空，啊。这一个是21.48，对，这边不可以带的东西，然后日本航空，啊不，炸弹机，好了，昨天没有录到，我们不是今天飞的影片，这个。多人啊，今天，那进美国的第一个到了新年还是要提领，哦，还是要提领，只要进美国的第一站就是行李柜台交提领，所以是领了再去 check in， 对，领了之后，然后在那一边就再登记那个行李。对，其实你这边先领嘛，然后先通关，先检查嘛，检查完之后，它其实有一个转机的地方，你再放回去就好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经过，通过了，老婆 ，OK， 人山人海，对啊。一大堆人，中间多人啊，大概录一下，陈闺蜜老妈拌面，哦，7000多一瓶哦，大鸟尾，真的不要碰到。哎，啊，这酱也不能带，对啊，这酱不能带。帆船牌，3点1克，太平就有啦。哇，南枣核桃粽，核桃糕，牛轧糖啊，有时候你会带牛轧糖，背包还是还可以塞咯，对啊，再带一些想要吃的。
是什么龙？甘草柠檬。台湾第一凤梨酥串子。太阳饼呢？牛轧糖，那是什么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老婆会，我见你上次好像买牛轧糖回去很好吃。高山金萱，350价钱 OK 啊，挺好的。金鼎乌龙台，三种不同包。所以如果单买就只有那两个口味。照着你再打。天灯啊，对啊，香港也那时候也有照天灯啊，对啊。竹子开运。对啊，哎，老婆这边来一张，一二三七四，啊，好，再来一张，一二三七四 ，OK， 过去要找位置，对啊。好了，各自。